主持了一个全新节目，叫《画桌噜噜》，是画画的画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每一集邀请不同的朋友一起来跟我画画，然后我们用素描画、用水彩画、用水墨画，很有趣。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画画，即将在MyVideo独家首播，记得要收看哦。